条了，超大条，十二了。好像鳄鱼哦。大家好，我是阿佑。今天趁台风前最后一个好天气下水，看看有没有龙虾可以抓。没想到一下水整个傻眼，竟然能见度只有不到3米，趴在水面上完全看不到底。这样的水色对我来说算是勉强还可以打鱼，所以我们决定先看一看情况再说。一开始想说随便打打，所以只扣了一条皮带，结果就是近距离打空。前方打不到，真的太模糊了，连那只鱼是什么鱼都还认不出来，就跑掉了。真的是几乎都是盲打。看到这石斑转头的一瞬间，心都凉了。结果没想到影片上说的是真的，石斑看到人会很好奇的转过来看你。我先杀。看到我对，先跑一下，他回来看我，因为大只的石斑不怕人。还咬人呢。野生石斑的嘴巴，是舌头吗？这只鱼啊，被打到的时候呢，嘴巴还咬了一只螃蟹，它吃到一半的螃蟹、啊。从他嘴巴里喷出来，真的是有够大的啦！你看，给他合照一张哦。搬不起来，太大，太大，太大，很滑，很滑。现在呢，来去鳞。台风前夕呢，能打到这么大的鱼，哇，咬我啊，好痛哦！他的牙齿真的超利耶、哦。哇，我的手指已经被他哇乱喷。影片算是好打的、欸，虽然说还是很累，但是跟我预想的真的是差的有点多，因为刚上岸嘛。为什么瓜格林可以这么喘啊？很累啊！哎、欸，我是全力在打哎、欸，我是没有，而且我刚刚潜完哎、欸，一定要抓干净，不然这个就浪费了。刮完呢，现在处理肚子。
蟹，他很爱吃螃蟹。还有这边还有一只。所以那个白白是他胃的黏液。好，我们现在把头弄下来，从这个骨节中间给它剁开。好。是很准的、啊，两下重一下。好，再取那个青肉。这油脂很丰富、啊、肉很白啊。趁鱼还新鲜，赶快来个奶油香煎石斑鱼。奶油煎的时候要用这个小火，不然它很容易焦掉。翻过来，稍微焦焦的翻过来，因为它这个皮如果遇到热，它就会缩起来，所以我们先煎。看这个皮，我好像滴油哎，这皮超厚哎，哇，好 Q 哦，超夸张哎，超好吃，这超好吃，新鲜的不一样、啊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再请大家帮我们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大家拜拜。